要坚定，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废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并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并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我必不废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以天属地，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塔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呀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。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在今天的与你隔绝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驱困不得出来。我的眼睛因困惑而干瘪。耶和华呀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心事吗？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苦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目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解除。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你把我的两口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诗篇第89篇。拉人一探的巡回师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。因我曾说，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，你越过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。凡过路的人都抢过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你叫他的刀剑军阵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。你使他的光辉窒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到于地。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耶和华呀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晚上。你创造世人，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？长活免死，
小得你的